아까 오지마 동훈이다. 나가. 오마이 날려야 된다. 소도는 미하리. 하이. 주도 미대미. 아야시모와 이루가. 소가. 나니가 아야시모노가. 이마슨 데스. 스도 거기 있다. 아야시모 있나이. 각도 命令! 他の 기회가 나이 나라봐! 마을이 돼, 수사구! 거기다 개미 쓰게! 하이! 익소! 丁真，要是我死在这儿，接下来该怎么办？都清楚了吧？你不会死的，我也不知道之后该怎么办，所以你不能死。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如果我要是死在这儿，你要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活着带出去，这是你的任务，明白吗？ 여기서 发现什么了？此地不宜久留，必须马上突围。刚才真险，要不是家军，咱们就完了。可是家军哥怎么办呢？怎么办？想办法救他呀！家军，家军怎么被抓起来了？ 我弟呢？啊，死了！什么？老子我听不懂你的疯狗叫，马彦龙！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找到我，苍寒，认识我呀？ 莫家军，你就是我们攻打石安城的秘密武器。谢谢你及时出现。白雪，你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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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
反正咱手里有枪，跟他们拼了。对，跟他们拼了，拼得过吗你？你们才打过几天仗，那鬼子一看就是打过几年仗的老兵。你们冲出去，不但莫家军救不了，反而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我同意丁真的说法，现在不能来硬的。杜少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在学校的时候，你们俩就互相瞧不上对方，何况你们两家还有私仇，怎么着？想公报私仇啊？放屁！我杜少伟再怎么样，也不会看着自己的兄弟不救。来，殺すなよ。ヤスの命、とりあえず貴重だ。这么多人，可怎么救我？咱们就两个半人。两个半？谁算半个？平时你还算一个，这一打仗，顶多算半个。咱们人少，可仓库里人多呀。现在估计也拿到武器了，可咱们怎么知道？这离仓库好像有点距离，中间还有鬼子巡逻，难不成咱飞鸽传书啊？哎，传书不一定要飞鸽。你们日本人就这么打架的？这么多人打我一个？有本事的话，咱俩单挑。よし。一个中国人竟敢向我发起挑战。好。もうすぐ駐車と会うはずです。すでに見つかった。ちょっと遊んでやるから。如果你赢了我放你走。如果你输了我砍掉你两只手。你们快看看，你行不行啊？是有人给咱们发信号，是摩斯密码，肯定是许金伦他们，这小子懂这个。我们都还活着，我弟弟还活着。消息已送出，救家俊。我弟弟还活着。接下来就该琢磨怎么救家俊了。你看我干嘛？没事。哎，你笑什么？七哥，你把镜子拿过来。镜子，来。行了，小子可以啊！他们那边已经商量出怎么救家俊了。那还等啥呀？挨打还让我请你？赶紧的啊！哎，等会儿！哎呦！哎呀妈！哎呀，肚子疼，还等等？哎呀！一看你小时候就没跟街头的混混打过架。八戒，呀呀，
以后出去跟我打架都放聪明点，你们看我手势，只要我一拿出来，在心里数一二三再往出冲啊。哎，等等，莫将军，你又在耍什么花招？一二，你三，少伟，打！军人了，是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快走！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活着带出去。同志们，再见！孙教官，孙教官，孙教官，孙教官！孙教官，孙教官，
给我打！咱们的部队是咱们的部队，咱们的部队来接应我们了。孙路远，我们也别愣着，我们一起冲啊！冲冲冲！韩哥哥，中野小隊は中国人に襲われた。生き返した者は3名。中野少尉死亡。じゃあ目標の、毛者順は？目標は逃げた。ならば、我らはこれ以上長野のバカの時短を無駄にしなくていいな。新兵も片付けない。実、はい。襲撃の人数はどのくらいだ？この前は約40人くらいの新兵。その後、また一連の兵力が来た。一連か？はい。中谷君、多分この一連の敵は、全部シェンガラ切ったのようだな。敵はすでに我らの目標を知った。突撃の意味は、この長野のクソ野郎に、すっかり暴露しちまった。ならば今はどうする？我らは本部次の指示を待ちますか？中谷君、これは作戦の中に一つの別騒動だ。もしこんなことで、本部に迷惑をするなら、それは我らが無能すぎないのかな。我らの最終目標は、シアンを占領するのだ。突撃。我らの唯一の集団ではない。突撃できないなら、我らは強襲するのだ。信じてるよ。シアンは、いずれに我らに脅するのよ。タズノは今はどこにいるのだ。彼最後の報告によると、彼はすでに三つの巨体だった。支援周辺すべての増援を切断した。川上の守備もすべて我らに切断した。よーし。こう見ると、敵はすでに袋のネズミのようだな。じゃ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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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史安城的父老乡亲们。我是史安城防司令莫孝川。我想你们此刻已经知道日本人将我们史安城团团包围住了。史安城此时已经是一座孤城。野血山河唯我之手，此刻我们别无他法，唯有放手一战。本来抗战是我等军人生死之责，但莫孝川无能，未能御敌于家门之外，义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口来犯，凡是我史安百姓，皆有责任抵抗外敌，保家卫国。我莫小川在此立誓，北军守土有责，指地遵草，绝不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我生国亡，我死国存，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来，小心小心。谢谢。来，慢点慢点，小心点啊！哎，经过一下。快点快点，少景，你们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吧？扶稳了。走到那边去，哎，小心啊！哎，忍着点。慢点，进。哎，放这边。这边还有啊。快点，快点，快点，慢点。
别找了，枪让我藏起来了。混账！把枪给我藏哪儿了？拿出来！你拿枪干嘛呀？你少伟已经去打仗了，你要是再去，家里面连个男人都没有，你让我一个女人怎么挑起这一大家子生意啊？这日本人的情报工作真是无孔不入，哼，都坐到我这儿来了。爸，这日本人袭击我们军营，原来都是为了我呀？当然了，将军，你是我的儿子，啊，日本人就是妄想啊，抓住你来威胁我，逼着我弃城投降。爸，嗯。那如果日本人真把我给抓了，你会救我吧？啊？我会选择坚守。什么？什么叫坚守啊？我毕竟是一名军人嘛。可你也是我爸呀！儿子，我是咱们石安城的城防司令，千万条百姓的性命掌握在我手里，我更不希望石安城千万条百姓的性命葬送在我手里。我懂了，莫司令。将军，万一真的顶不住，我希望你护着你小妈一起逃走好吗？莫司令，你刚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是你的兵，我应该跟史安城共存亡，你这样是在怂恿我当逃兵吗？可是你刚才说了，我也是一个父亲，我也是一个丈夫。莫司令，我小妈你还是找别人护送吧。自打你把我送进军营之后，我已经单单是你儿子了。来，放这儿，放这儿，我要买力点。幼林，幼林，幼林，哥，哎，你过来。这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进城了，你赶快跑吧。不，要走你走，我现在是名军人，你这是让我当逃兵啊？说什么傻话呢？史安肯定是守不住了，你一个人在这儿也没有用，你一个人在这儿他也守不住啊。但是少了我一个，就少了一个替战友挡子弹的人。啊，不，不，幼林，幼林。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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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哎呀，把他安置好了。嗯，好。谢谢啊，少伟。啊。来来来，这边再来两个人。上面命令下来了。快，咱是预备队，跟着这些卫生队的人抬担架。什么？嗯。少伟。朝顔君、奴らが工事ができてないうちに、奴らを一発消滅しましょう。遅くな。我らの砲兵部隊は、まだここに来ていない。今攻撃すると、ただ兵士の消滅するだけだ。シワはまな板の上の肉のようだ。いずれ我らに食わせる。今包囲だけやらないのは、奴らに恐怖に与えるのためだ。思わない実戦より、さらに殺傷力がある。だから、
遅くなよ。僕らに伝え、計画の第二部をやれ。はい。報告。你有什么事吗？我是来向司令讨个说法。为什么把我们列为预备队？我们是受过训练的军人，也想为守城发挥一丝力量。如果司令部不相信我们，那我申请到战壕第一线去阻击日军。别的不敢保证，我学生军第三小队没有一个是孬种。你觉得你是军人吗？自打穿上这身军装，我们就已经是军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既然觉得你们都是军人，那难道不知道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上级下达什么命令，你就去执行什么命令，你难道不懂吗？那上战场杀敌也是军人的天职啊！如果一个军人不能血洒疆场，那他算什么军人？这个命令，我和我的手下都不能接受。这军装没穿几天，倒学会抗命了。张克林，到，把学生军所有的武器统统收回。什么时候让他们上战场，再把武器还给他们。是。还有你，别再多废话，再废话，我连你的军装都扒了。是。哎呀，这小子，脾气跟他爹是一模一样啊。啊。走。小心点儿！来来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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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记住啊，这些粮食一定要尽快送过去，他们要的着急，别耽误了时间。嗯。哎，少维，你干嘛来了？哎，你怎么回来了？也不知道回家看看呢？都在做战前准备呢，哪有时间回家？姐，现在街面那么乱，你一个人别往外跑。别说了，把家里面存的那点粮食都给守城的士兵捐过去。都捐了。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你呀，都到了这个关头了。老头子说了，现在这么乱，人要是死了，留着这些粮食也没用。还有这把枪，他要拿着跟你上战场打鬼子去，让我给拦下了。家里就两个男人，出事儿了，我怎么办？这可是爸的宝贝疙瘩，他怎么舍得给我？虽然他不能上战场，但他让你这把枪啊。好好替他多打几个鬼子。我知道了，姐，那你回去吧。少维，哪个姐姐也不希望看着自己的弟弟出事儿。你要小心点，知道吗？姐，你放心，我福大命大。别人吃的。哎，大爷，大爷，谢谢谢谢谢。慢着啊，马上就到了。莫家军，你找我什么事儿？可一，你听我说啊，万一要真的失手了，我爸肯定会派人把我小妈送走，到时候我希望你能跟我小妈一起走。那你们呢？你是问我还是杜少维啊？我问的是你们所有人。你们不走吗？我们是军人，我们要跟史安城共存亡。莫家军，你是军人，难道我就不是吗？不好了，日本人攻进来了，我该走了。
你自己小心点。哎，快快点，把那个给我拿下，赶紧救他！快快，赶快救他！赶快快快！我们一定要救我的！别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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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别打我！别打我！来，站！记住，你们一定要给我挺住！三连正在往你们位置上赶，一定要给我挺到明天早晨一早，快去！是是。喂，8586高地吗？集中火力给我狠狠的砸！哎，外面打得这么热闹，咱们在这儿就是干听响。放心吧。肯定有咱派上用场的时候，没听说吗？好钢都是用在刀刃上，枪都被收了，你自己当自己是把好刀，人家当你是块废铁。你说谁是废铁？请。哼，还能有谁？当然最高指挥官了。上面的命令，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少说两句啊。留着力气，等着出去打鬼子。少伟，我拜托你件事儿呗。真新鲜，你莫家军也有求人的时候，更何况是我。说吧，万一要是我被日本人俘虏了，麻烦你一枪打死我。为什么？我不想让日本人拿我来威胁我爸。这事我做不到。怎么？不敢啊？不是不敢，是我了解的莫家军，绝不会做日本人的俘虏。就算让鬼子抓了，不用我，你自己也能搞定自己。行啊，不愧是跟我一起打架打过来的，还真了解我。其实我们两个很像，我还知道，现在你跟我一样，绝不甘心在这儿待着。说吧，有什么计划？看到了吗？都说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就是你的对手，看来还真对呀。来来来。哎呦，你哪来的？我爸的大印，今儿下午呀，我悄悄偷出来的。有了这个东西，咱们就可以下任何军令啊。哇，我らの計画は成功したのようだな。勇士たちに伝え、突破したところから入れ。明日昼前まで、試案を占領しろ。はい。站住！干什么的？宪兵队的，奉命来换班，上面让你们支援南门。支援南门，手令给我看看。伊斯克，西太有一路路。伊斯克，海哥，海哥，
つくのだ。春日は調査はそろそろ陽動線をする。成果かどうか我らを賭けだ。早くしろ。我们奉莫司令的手印前来取弹药，准备上战场。快点啊，红啊，你们聋了？战场不等人呢。这些到底什么人啊？这些都是炸药，看来他们要把这里炸了。我刚刚似乎听到了几句日语，难不成是混进了日本奸细？咱们得赶紧把这事报告司令部。没错，我们得赶快回去告诉我爸。哎，这样吧，咱们赶紧先把这儿的枪支弹药往外拿一些，快！这怎么还有活的呀？临死都不老实是吧？这两声爆炸声是怎么回事？好像是弹药库的方向。上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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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去，上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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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去，别管去不行，别管去，上川，上川，你不能去啊！不好了，完了完了！什么完了？说话清楚点！鬼子，鬼子炸毁了一段城墙，不知道从哪冒出那么多鬼子，从炸毁那个城墙冲进城里了。什么？兄弟们，没子弹了，后头是个死，冲着你和鬼子拼了！回来，这交给你了。哎，小心一点儿！搞快点送，